不，你要几条啊？随便啊。那要什么颜色啊？黑的。红的多好看啊！你看它们的尾巴跟个小伞似的。哦，是吗？我要黑的。红色多喜庆啊！你看它，活蹦乱跳的，一看就长命百岁。如果我那条鱼不被你家的肥猫咬死的话，也能长命百岁啊。不说了要黑的，你管我？我的鱼缸我做主。 那么不喜欢红色，你有本事以后火麒麟别要了，给我呀！你敢碰我火麒麟试试？你那么有能耐，你怎么不让游戏设计师给你设计一个黑麒麟呢？就说你喜欢，不接受反驳，我的也去我做主，就这么霸道。就你话多。帅哥，要我说，你就听这小姑娘的话算了，跟女朋友争这干啥？他们生气了，遭罪的不还是咱们大老爷们吗？下个月你想牵她的手被她拍开，跟你算旧账的时候，你就该后悔了。 老板，你搞错了，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。你这鱼多少钱一条？1块5，1块钱吧。大哥，你一个开阿斯顿马丁的人，你跟人家摊主讲价5毛钱，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老婆跟你女朋友一样，人性。我们真不是那种。给钱。哎，鱼。啊，谢谢。给。哎，慢走啊。 占我便宜啊，不合适吧？好可爱！老板，啊，它多少钱啊？这只猫3500。有没有搞错？有一只肥猫不够，还想养？好可爱的小猫啊！안녕하세요。 哥，送我这个吧，我想要这只小猫，你不在的时候，它还可以陪着我吗？是我先看到的。好。这个人就是 Chessman 吗？嗯。老板，多少钱？这只猫明明是我先看见的。有你那只肥猫就够了，你还想再养？基地2只犯人精了。 拒绝第3只，哪来的2只啊？你和猫。刚刚那只猫真可爱，就像是大饼的弟弟一样。等等，他女朋友不是宁佳琪吗？那刚刚那个是？可能是 DQ5 战队的粉丝，或者是工作人员吧。啥玩意儿？劈腿啊？你看你这一脸尴尬的，先是李恒硕，后是许泰伦，你看人就没有一次准的，以后乖乖闭嘴。你之前没有告诉我。我说了你会信吗？ 到时候说我空口无凭，血口喷人，羡慕嫉妒恨。车到了，请。我有点饿了，你想吃什么？面。女孩子不都喜欢吃什么日料之类的吗？女孩子。 那是什么？我就要吃面，热腾腾，有汤有肉，有鸡蛋的那种。如果世界上有一种性别是爱吃面，那我一定是那个性别的。李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去赶目的地了。好嘞，收到。冲哥。什么？ 你戴项链挺好看的呀，在基地怎么不戴？基地带给谁看？那你在花鸟市场带给谁看啊？咦？你不也穿裙子吗？一会儿想去干嘛？回基地排位。
今天没有训练赛，不想打游戏了。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？票已经买好了，你陪我去，走。做贼一样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那已经打了三分之一联赛入围赛了，还没习惯自己是个公众人物，要经常暴露在公众视野这件事吗？第一次让你躲在我身后，是因为你刚入战队，第二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凭什么？你要学会自己适应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先适应做一个公众人物，再适应自己不被舆论左右。你的教育方针难道不是少搞事，好好做人吗？你之前是这么教育我的呀。就算你做到了，也会有人讨论你。昨天直播间就有人说你胖了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又被舆论左右了。你胖不胖你自己不会上秤。等你哪一天做到了亲口跟他们说我没胖是你们瞎了，就代表你厉害了。怎么当个职业选手都这么累啊？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把小猫带进来了。